呀。女儿啊，那树上结的是柿子。柿子？对，长得像橘子是吧？爸爸，哎，我最爱吃柿子了。你手里不有一个吗？吃吧，小点口吃啊。那柿子汁儿啊，崩到衣服上不好洗。嗯，你给爸省点衣服哦。爸爸，那你看，那是什么呀？姑娘啊，这是柿子。柿子？对呀，你不最爱吃柿子吗？嗯，多吃点啊。嗯，你瞅你都瘦啥样了？吃吧。爸爸，哎，给我讲个故事呗。好嘞。爸爸呀，最喜欢给女儿讲故事了。嗯，说从前呐，有一对父女俩，就像咱们爷俩一样。啊？你告诉爸爸，我是谁呀？你是，你自己知道你是谁。那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闺女。你告诉爸爸，今年你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。我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爸爸也知道。爸爸，嗯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是柿子。想看完整版小品吗？不用东翻西找，你想看的小品全在这里。赵家班、德云社、开心麻花应有尽有。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公众号，搜索框输入DV5499 关注逗搞笑小品。我们的小品都是最新最搞笑的，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DV5499。 每晚7点半，美女小编和你不见不散哦。